缺乏沟通使这个社会对亚裔群体的缺乏了解是很多社会冲突的根源。作为巡逻队长，我会带领我们的警员在亚太裔传统月更多的深入到亚洲的亚裔社区，为亚裔的居民服务。在此同时呢，我也请亚裔居民跟我们联系，然后呢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立场，我们的合作才能够建立一个更好的社区服务的体系。